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姚森。那非常高兴的想告诉你们，就是我们的第三间的分堂即将开张。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开始在装修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factory 厂啦，就它是会比较大间的。那我们的地区是位于Banda Binjiran苏邦这里的。然后它是靠近哪里？它是靠近那个苏邦的机场的。苏邦机场在上就是可能下一段路就会到了。那我们这个地区呢，它是最靠近哪里的？它是会靠近 Kota Damansara 苏邦福州还有就是说苏奈布洛达湾的朋友们，它是靠近你们的，所以你们可以就是过来这边哦，就是非常方便。这里是非常靠近你们的。然后好，现在就是说我会带你们来看里面的环境是怎样，就是我们的design 还有 concept 是会怎样搞啊。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 waiting room， 所以它是非常大，然后我们也是会放那个display unit， 就是音响系统啊，然后wrapping 的 sticker 啊，或者 PPM 的种类啊，我们有种种的那个 display 给你去测试。所以我们是会做 one stop 啊， one stop service 的，就是所有的服务。OK，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施工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边后面这里。这里呢，我们就是在装修当中。这里我们会做就是右边这边我们会做那个无尘间的然后这里就会做那些 PPA 金色还有那些就是不要有灰尘的地方啦。所以我们在那边施工，它会有房间隔出来的。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就会做摆放那些body kit或者是那些 accessories， 还有音响系统。全部都会在这里做啦，所以这里到时候我们会有那个地区区域是给他们做那种服务的。你有病！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打卡点，就在这个区域这边，都非常的大。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打卡点给就是我们的车友们，或者过就是施工完了的，我们全部都会放这边哦，给他们做一个打卡点，拍照拍 video 之类的啦。OK，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厂啦。预计的那个考量时间就是开放的时间。就是在二月尾或者三月头，那到时候你们都可以过来看看或者看看体验一下我们的服务，还有它的 display 的东西了，就是全部所有的东西。具体的时间我们就会在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 IG 频道全部去 update 了，说你们可以留守我们的那个频道，然后也非常谢谢你们大家一路来的支持，也没有你们也没有我们，谢谢你们。